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喜欢打上海敲码的凯哥，视频每天更新，欢迎大家收看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本期视频三集连播，还请大家耐心看完。先看一下第一副，这个起手牌倒是很一般啊，看看这个牌怎么打。9万以来，我的牌就是一上张，就是这个一上张，边7万不好来啊。大花杠2万，这个牌我选择先打7筒。第一是先定将，第二是把牌往万子上面靠。这个牌突然有一点想法了，瞌睡来枕头，刚好上家送了个7万过来。这个边7万肯定是要动的，再碰下家的2万，外面都在跑万子，对我来说也是个好消息啊。你们都跑吧，把万子跑干净才好。来6万，我的牌就是一上张，抓3万，抓3万能听牌了。但是5万外面打出来2张，这个牌我还是选择去听，因为觉得下家和对家手里应该是没有万子，看看上家手里有没有我的牌。上家手里3个4万，1个5万，那我这个5万肯定有啊。下家也听牌了，有人来竞争，我的牌还有个绝招。绝张5万自摸，清一色胡牌，三个花32分，加个苍蝇38分。看一下第二副，北风抓对，先打4条，觉得这把牌又可以干了。混一色还是碰碰胡，要想一想。7万也抓对子。做碰碰胡的话，对子倒是够了。这个牌选择去做碰碰胡了，毕竟做碰碰胡好像速度更快一点。杠7筒，打4万。3筒也抓对，这个牌我选择开掉1对7万。下家的牌好像是在做筒子，对家一张万子没打，感觉对家也像是有想法。下家听牌了，最少是个混一色了。来9条，再跑7万，这个1对7万算是开对了。
来四筒打东风。怎么感觉上家也像是有想法啊？果然上家也启动，这个牌有意思。三筒听牌拼一张四筒，下家不要。看看下家听什么？下家听边三筒。这个牌听的倒是很一般，是我的牌也不多了，只剩一张绝张北风了，二筒没有了。对家碰一万，大吊车听牌了。现在对家的牌型最大，牌面上来看是个清一色大吊车，还好被我锁喉，打北风点炮，四个花20分，加个苍蝇25分，在手里两张风，那是个混一色大吊车，怎么听都没用，要么绝胡，要么点炮。看一下最后一副，这个牌缺个将。抓花杠8万，打掉5万，一上张。来9万，那就打掉南风。来9万听牌，虽然说是个卡张，但是这个卡张还是不错的。五筒好像他们都不要。上下家手里都没有五筒，我的牌全在里面。家打五筒点炮，加个苍蝇20分。